美媒预测，本赛季最佳防守球员获得者，追梦暂时领先，戈贝尔紧随在后。一、追梦一，本赛季场均 8.4 分、8篮板、7.4 助攻、1.3 抢断、1盖帽，防守效率联盟第29。二、勇士本赛季防守效率高居联盟榜首，这和追梦本赛季的出色表现不无关系。二、戈贝尔一，本赛季场均 15.4 分、15篮板、1.1 助攻、0.8 抢断、2.2 盖帽，防守效率联盟第54。二、爵士本赛季防守篮板高居联盟榜首，可以说是多亏了戈贝尔在防守端方面拼命三郎的精神。三、字母哥一，本赛季场均27分、11.6 篮板、5.8 助攻、1.1 抢断、1.6 盖帽，防守效率联盟第38。二、雄鹿本赛季防守篮板、防守效率都排在联盟第6。四、布里奇斯一，本赛季场均 12.3 分、4篮板、1.9 助攻、1.4 抢断、0.5 盖帽，防守效率联盟第41。二、太阳本赛季防守篮板、防守效率都可以排在联盟第2。五、浓眉一，本赛季场均 23.3 分、9.9 篮板、2.9 助攻、1.2 抢断、2盖帽，防守效率联盟第168。二、湖人本赛季防守效率勉强排进联盟前10。